就是说没有人会真正的去了解我的内心到底是什么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我真的以前就是说在生气的时候我也不会动手。骄昂跋扈并非我的本意，柔情似水是我的初衷，但是碰错了男人，他不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，所以就导致我越来越暴了。但是其实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眼泪，但你现在你的眼泪也不起作用，他无动于衷，你发现没？你们两个不适合在一起。他和我说分手，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关系？别，你别乱站啊！我问问他，他要不打你了，你还跟他继续好吗？不分了。他只要不打你就不分手是吧？啊，对。问你啊，想跟他分手吗？不想。真不想假不想？真不想。你能不打他了吗？尽量的克制自己。真能假能啊？真能。来，过来。你像一个女人娇羞的在她面前跟她说句话行吗？站近点，你躲什么呀？是你女朋友吗？亲爱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没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欠打。有的时候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其实并不奢求什么，我只希望能哪怕你一句话，一句我错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你会为我改吗？我真的改，真的改。在爱情面前，男人会选择表。幸福的基础就在于此。